哎呦喂，这是你看到没？看他的嘴唇，看到是嘴唇了吗，老铁们？这是纯种的这个摩西族啊！哎呀妈，太残忍了！看他的耳朵，看他这个耳朵，都是要给豁开的，这个嘴也是豁开的，嘴唇已经豁开了，完了下面的牙齿已经没有了。啊，真的好残忍啊！太残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闹弟啊。完事儿，现在在埃塞俄比亚的很偏僻、很偏僻的这个原始的部落里面，你看他们的这个种族的女人，你看看他们这个嘴，他这是一个木头做的，木头做的，他这个嘴下面的牙齿都已经打掉了，打掉之后，他把整个嘴唇，哎呀，反正怎么形容呢，放在这个盘里面，哇，真的特别的恐怖啊，太恐怖了，整个部落最漂亮，哎呀妈，最漂亮的女人，她的唇盘是最大的，地位是最高的，你看。你看拿下来，哎呀，哇，给你推进一下看一下，哇，太恐怖了，吓人吗？但是感觉都很疼啊。哇，这嘴巴，这嘴唇，哇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看一下他们非洲男人喝的这个水，跟那下雨水一模一样，黑色的。赶紧喝一口。这跟下雨水没有什么区别啊，都是黑色的。天，太可怜了。啊，就是这个锅里的，这样，这个卫生真的是特别恶劣，之前从来不敢想象的还有这样的人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